你而家收睇嘅系美国数码电视 OTV 房屋聚光点频道。纽约人工作繁忙，日理万机，每日都要喺呢个纽约大都会职场中拼搏，忙于建立自己嘅千秋大业。放工翻到屋企之后，更加渴望想远离都市嘅烦嚣，又可以同大自然融为一体，乐活人生。位于纽约市皇后区北区嘅白石镇，或者系你最理想选择嘅居所。建于1645年，距今375年，系皇后区区内著名嘅高尚住宅区。附近嘅邻里多为专业人士及商业奇才所居住。皇后区白石镇147街，牧场式全砖独立一家庭，超级前门大花园，占地面积约3760平方尺，房屋适合自住或出租。白石镇环境优美，交通四通八达，社区内设施完善，应有尽有。让我们一起来参观这间牧场式全砖独立一家庭。洋房采用门前无敌大花园设计为主题，房屋与大自然合而为一，花草树木，鸟语花香，天地归一，平静心灵。单位占地面积为3760平方尺，实用面积为1344平方尺，两房一厅、一厨房、两洗手间及两车库设计。房屋上层为大厅，并以大教堂式天花板 Cathedral Ceiling 为特色，客饭厅呈长形，各有区分。客厅设有榛木壁炉，可以在寒冷的冬季中增添节日的家庭温暖。主人套房位于2楼上层，摆放了皇帝式特大双人床之后，仍然有足够的活动空间。房间内设有两边衣柜，足够安放私人衣物。上层厨房设备齐全，窗口通风，阳光充足，而且有足够的备餐空间。套厕设备齐全，有洗手盆及淋浴间，清洁卫生，有足够摆放洗漱用品空间。房屋下层设有独立睡房，独立门户可以自由出入，有洗手间及淋浴间，自成一格，备有双车库方便出入。如果有需要，车库仲可以改为独立睡房，增加房间实用面积。我是杨悠悠，我是2020年美国亚洲小姐纽约市总冠军，我也是高尔夫球员，我是这个房子的主人，我现在正在出售这个房子，希望大家能喜欢来购买我的房子，谢谢。